在成千成万只的宝特瓶堆中，环保老菩萨寻寻觅觅，是等待也是期待。我们这个绿色的要是代表陆地，要收集一千只。蓝色代表海洋，两千只。中正纪念堂浴佛大典环保地球，内湖慈济志工再次承担，两个多月来收集2400只，每一只都要清洗干净，如同琉璃明亮大地。阿爸做了欢喜不？有啊，在那边了。在忙啊，就来带他来这边当做运动啊。地球主体由铁架焊接而成，每一格量身定做，绿地大海依比例来做排列。依照这一个格子的这个比例，然后算出绿色是大地，然后现在要把那个绿色的坐标标起来之后，然后等一下才能画出蓝跟绿。一条线让我们就装到对线的地方哈，那后面呢，它才会平。在源头力求整齐，如何就定位才是难事。事实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，因为过程中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，那个洗衣工就脱胶了，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打掉重练。用鱼线串起了每一格的绿地，克服这一关，如何让地球亮起来是下一个关卡。每一层有不一样的灯数，像这个就是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、四个灯、五灯跟五个灯这样子。地球内心是繁杂的设计，重叠倒面，每一条铁架要挂上不同颜色的灯光，回收来的铝片帮了大忙。这是日光灯，废弃的日光灯上拆下来的，刚刚去环保站收的固定的。对，他说恰好德明大学哈，今年把所有的日光灯换成 LED 灯，所以他所有的灯具都要拆掉。哎，如果再换个时间哦，就没有。啊，这个铝条并不是说买不到，而是说它有加工过，所以不会割伤师兄师姐的手。啊，这一颗连绿的，是，就是这一颗。然后这里有一颗是红的，旁边是红的。依照规划依序分工完成，熟悉动力设计的谢明元做统筹，反复改写程式，处处都要用心。在室外，室外的话有一些线什么，或者是会怕是拉扯什么。要把它，最主要是要把它接好，而且就是让它控制，能够控制的，就是很平顺啊。最终测试，环保地球发出光芒，宇宙大觉者从中升起，洒进大地。等大家都互相配合，只要一下班有空就来支援，那所以大家都会发挥自己的功能，而且我们都不把这个当勤务，而是当作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感。参与建构庄严浴佛法会，浴佛结法缘，也与众人结善缘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丁碧辉、连建兴、林丰龙台报道。